你敲一下啊，货真价实。来，来，我们请他过来一下。有没有可能子弹从身上射过去？没有，因为然后不会有任何问题。没有子弹太厚了，子弹太厚没有用。所有的魔术师都要找一个美丽的助理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你没注意他不会注意。为了安全起见，麻烦你把你的手这样摆，这样子可以保护你自己，知道吗？所以如果这个子弹从你身上穿过，你不会有感觉吧？我不知道，这样子，轻轻的，轻轻的，你看这个头在这边，我把它压进去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感觉？哎，进去了。进去了，我才叫一次，所以连胜文当然不了伤口了。好，谢谢岳哥，来来来，抓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把这题关了，要不要再来一下？